那你有没有单身？单身。你喜欢什么型的？我喜欢男生，其实外在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限制。那你是台北人？对，在台北念书。法律系哦，真的。那我 PUBG 的法律系高材生，特别。你都用什么枪啊？我最近喜欢用 P90 小枪哦。对，冲锋。然后我最常用的是 AKM 跟 M046。AKM 很难抓弹道哎。第二枪就。很喜欢啊，我就喜欢冲锋。同一个人用什么？没有不良嗜好，不要吸毒，经济独立。这边有一个正常人。对。你要一个正常人。我就是。正常人什么梦想啊？期中考要过。那有没有什么课很好玩的？你印象深刻的？我们都没有念过法律系。一定要上我们宪法大师张老师的课。对，我的必上。哦，他讲课有趣。对，他超棒。可以。这学期有幸又读了一次姚老师的课。嗯。姚老师超赞。哦，姚老师很棒。你大几啊？大三。我来帮你找，说不定俩会有。等一下看你情况，我联络你，看你方便。哎，你跟他加 IG 了，我帮你加 IG。吴亦菲哦，那个是念林。吴亦菲好小，很美。你以后要当律师吗？没有啊。如果我考得上，我就当律师。哦，律师要考试。希望有机会可以服务大家。小脸律师，那你什么星座啊？天秤。好，我来帮你找。我先打给你，看看通不通的两电话。你要先去串串吗？没有，我要去画万圣节妆。那你先说画万圣节的妆。等等见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几岁？我30。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做。要不要先转过去？我们刚才认识一个女生很不错，她是法律系，读大法，就想跟我介绍。你是在哪里做民宿？我在花莲。花莲哦，是什么风格的民宿？乡村风的。不错哎，我以为你是运动员的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你把自己练得好壮哦。在学校运动的。大概173。差不多。你打不打电动啊？你有玩过 PUBG？那你女生很爱玩 P， 那你什么星座？我是金牛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打篮球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 Brian。 那你念国外的学校吗？都在台湾。在哪里念？在桃园。对，讲话好像 ABC 哦。是吧？店家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建国花鸟。好可爱哦。我还是游泳教练，健身教练加游泳教练加芳疗师。哦，我还会做按摩的。还在学，还在学，在学。园艺治疗，对，园艺治疗是什么？它是用园艺对身心灵做调整。今年的目标在哪？对，我现在还在读研究所，现在研究所也是健康照护，跟园艺治疗也是有关系。对，那心理就变粗。我懂了啦 ，Brian 是在做那一种，看人家压力太大，去那边可以暂时远离尘嚣的感觉，然后充电充电，对，充电民宿听见瓜鸟。好，我们来再支持你一下。好，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菲菲，那目前是法律系的学生，玩 PUBG。好，那当然在我右边呢是我们的 Brian， 目前是民宿老板，在花莲开民宿，喜欢健身，同时也是健身教练。好，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，先握手好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好的，预备，1、2、3，Go。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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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跟你郑重介绍一下，他是 Brian， 有没有去过花莲玩？目前还没有。哦，太好了！你要去花莲，你可以考虑住他的民宿，你可以招待他。哦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他们就是让人家很放松的，如果平常有压力的话，也可以去那边。他有养猫咪耶，你会不会对猫过敏？哦，不会。你喜欢小动物吗？对，有养动物。真的吗？会有狗，然后有养鸡。我养过3只。3只。3只。我小时候养过山猪，我们家在台东，然后有人那个原住民的邻居抓了一只山猪回来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开始养，养到很大一只。台东有很多很棒的民宿，他也喜欢动物了，他也喜欢，他是养那一种暹罗猫。你带你的猫去民宿跟小狗做朋友，是什么狗？有点危险。对对对，我的猫会凶狗。啊！你那个猫那么凶哦？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宠它，它就觉得它自己就是王。哦，它的地位比较高，这样子。哦，很可爱耶，就是变猫奴。对。那你的是什么狗？我的是台湾土狗。很好很好，养流浪狗。对，它很有爱心，自己跑到我们家的，就是有缘分那种狗，还不错哎。很有缘，收编。对啊，真棒。有没有阳光？有，很阳光，它很爱运动啊，你看。可以啊。啊，他有在运动，他很喜欢运动。哦，你做哪些？做一些有氧，偶尔加重训。就是女生要练背，就是不要驼背啊。这样很，有问题问他，还有考执照的。对对对，很厉害，可以。那他是目前是法律系，之后如果要律师的话，要考律师执照。哦，很厉害，律师很厉害。很厉害呀。谢谢。你一定会可以成为最美律师的。我努力，我加油。你们交换一下那个联络方式。去你们是不是开派对也蛮好玩的？我是还好，是朋友找我才出来，平常是不出门。
们，真的、哦、我在玩 PUBG。他们民宿有网路啊？对，是今天唯一一个第一次就面对的人呢、哦，真的吗？他念错三次。我以为这个是乙，是正面零。哦，好零。好了，好。好，先认识你。闭龙，看眼睛，看眼睛啊！他这眼睛很高义的，高义啦，高义。一秒，三二一 ，Go！可以。怎么好笑？啊，我很少这么安静的跟一个人对谈。一个人。对，我超过三秒钟安静，这已经是我这今天最长的沉默记录。可以的。开心吗？我开心。觉得很棒吗？很棒。有空可以玩 PUBG， 我很常在线上。好。嗯，很爱打电动。我要开始练习。可以啊，应该开始练习啊。那是枪战啊，第一人称射击，那个是一个生存的。了解了。对啊，应该去了解一下，他超爱玩的，恋爱的感觉啦。喊一下，喊一下。我们来打个分数好了，满分是十分，然后有小数点。你整体来讲会给他几分啊？为什么 ？Brian 人还蛮好，而且很客气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活泼，所以呢，像现在这样子这么正经讲话是非常难得的哦。而且还没有开黄腔，我真的很收敛了。我真的，你是会开黄腔的。对。那你刚才有想讲什么？诶，没有。如果是以初次见面，你会给 Brian 几分呢？不错不错，为什么会有八点？因为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，跟我刚才提的条件，我觉得都很符合。Give me five，太棒了，好啊，看有没有办法联络上。他应该要先玩游戏，融入你的世界。嗯，对。你是玩电脑版还是手机版？手机版，电脑版都外挂。你有 ID 吗？你讲啊，大家爱玩的可以。这 skin 好帅哦，这个是万圣节的 skin。这是免费的，我没有氪金，我这个人不氪金。好，高龄幼稚园在缺人，可以喜欢 PUBG 可以一起玩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去问他，那你要给他几分？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，有小数点的。9.5分，蛮好的。为什么会给9.5分？因为我觉得他蛮乐观的，而且喜欢运动。我觉得会喜欢运动又很好，健康又喜欢小动物。好，联络看看，说不定是很好的缘分。谢谢，太好了，回来，他给你就给你，很棒。谢谢你。对啊，你们有空可以运动一下啊。好，有机会去花莲玩。好啊，欢迎欢迎。对啊，好啊，那我们来简单互动一下。你就说，好啦，有请互动 ，Go。我觉得我的脚有点酸。好，我帮你。小心他的头哦，要很小心他的头哦。小心哦。好，跳，哦，很好，哇，五。还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勉强你了，不会了，他那么壮哎，他两个你都扛得动，拍张照，好吗？